容啦，真欢喜呀！因为呢，人人拢真亲切，啊，而且大家人合和和谐啦，这好舒服、安心，也都是较舒服。上播去，嘛，阁有听到咱大家人用心道理啦，不只是自心传承，那年轻一代呢来承担传承，达成使命，传承呢以承担未来。所以，我听到年轻的菩萨足有承担的，我听也真欢喜。这回我出门，我真正安尼一路行过来，人间菩萨都气真旺啦。大家人讲吼，拢要来甲师父补气。人呢，拢来甲我分享啊！因半年似乎无出来，这半年的时间，因累积什么款的福气？安怎的合心？如何互爱？力量甲我来，上高山，那落乡下，是安怎陪伴？安怎疼惜，安怎爱，让我一路直直行下来呢？从北至中至南，整个地区都是安尼听过来，所以讲真感恩呐。要甲师父充气，其实呢，唔通让家己闹亏。那人生啊！咱的慧命，慧命唔通直直流失去啦。我对弟子的要求是要求正中慧命。性命，人人随着秒针直直过。咱无要互长走，但是呢，咱爱甲大家人互动。也是爱接受大家人华清关怀，难免呐、啊，岁月伫咧过，那要顾前面，后面爱爱有依靠啊，所以咱必定团成，不管咱家己偌济岁，咱总是一直爱陪伴，陪伴一代再一代。代代相传，代代拢爱相传落去。安尼呢，都袂讲多一苦。啊，因为呢，自亲的菩萨年纪较大啦，所以引不出来。那较新的菩萨，因较少年，因较无闲。啊，咱家己呢？个无精进，那安尼积极苦啦，咁唔就是从安尼就小心呢，牢固会打，他咁是都打起安尼，你想师父哪会袂烦恼呢？恁家做唔是好师父偌济？恁家族是敬重恁的慧命，所以咱若家己停落来，别人伫咧静静行，做因伫咧行去哦。咱停是家己伫咧停，我期待老菩萨呢，只要咱行会出门，咱还是爱不断去扩长拉长情。扩大爱，今仔日加捌一个人，
今仔日结结一份缘，咱安尼份份的缘呐，爱日日累积，看咱有偌长。发爱互伊入心，发骂呢？恁有清楚未？恁若无清楚，我袂安心，真无容易。大家人呢，已经投入遐尼多，一体力、时日付出，万多智慧，所唔甘啦！我真期待大家人的慧命。爱真巩固，行过，行落去，名副其实，做到将平安自在的最后一口气，分分秒秒都伫咧结善缘。你要学佛，要成就菩萨道，那无只苦难人啦，菩萨要做啥货呢？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，苦难众生要让我们完成菩萨道，我们哪会当呢？惹的道在大树下呢？去底下在那乘凉呢？你在那个地方乘凉，都无阳光。菩萨道呢，未健壮，所以呢，未当。想讲要做菩萨，搁量世啊量世，我定定听到菩萨啦，讲哦，啊，我无爱伫安尼烦恼中啦，啊，但是我对自己吼，我真欢喜，我很喜欢做慈济，但是呢，我只想做一个快乐的自济人。好世间哪有迄种呢快乐的菩萨啦、啊？菩萨本来就是爱承担天下事啊，本来呢爱去苦众生苦啊，这才叫做同体大悲啊。那乐众生乐，菩萨就快乐。那乐在人的后边。苦在人的头前，咱应该会有安尼的承担，所以咱爱真正爱承担。但是要爱有承担，都爱先练好咱的心，心灵的灵山。灵山，菩萨道场啦，本来呢，就是要锻炼人生啦。你一定要过磨过，酸椒是安怎来遐尼贵？它长在呢很坚毅的石头里。那真正的这里讲坚毅的酒头，粗酒的内底，要磨出了一粒酸椒，要怎样经过安怎磨安怎切？所以叶啊也是同款。如毒如磨如切如粗，你要经过毒过，你要经过磨过，毒就是针啦，要经过针啊毒啊，要经过磨，磨呢要搁切啊，所以不断不断呢，一直历练过来，无唔对啊，歹当古下，伫凡夫啦。咱敢那一直要做歹当古下吗？无愿意哦。咱敢那要做这个杂草吗？咱人人都愿意成为大树。咱无希望呢。咱是杂草的种子，咱嘛无期待呢。咱这个种子呢，生在迄个大樟树的下骹，咱。应该大樟树，种子落来呢，咱落大地，把握四大因缘，唔是枝落落来，全咧伫个树下。那这个种子呢，伊要移植到有阳光的大地上，
有水分，有阳光，有空气。咱即马即个时代呢，就是上好成就菩萨的时代。这都是一个大环境、大空气，所以咱要好好接受这个大环境、大空气、大时代。我们要明大是非，这都是爱成就菩萨。所以，请大家人爱勤用心。